NT 全播报，欣喜酷炫早知道。尽管相比较众多安卓旗舰，苹果的 iPhone 在内存容量、CPU 核心等方面并不占优，但在性能测试中往往艳压群芳。近期推出的 Galaxy Note 8可谓是三星目前最强大的旗舰手机，拥有和 Galaxy S8 相同的骁龙835处理器，同时还拥有更多的内存容量。但卓越的硬件并不等同于流畅的使用体验。近日，知名 YouTube 频道 Eric Fay Apple Pro 将其同 iPhone 7 Plus 进行了速度测试，与以往相同，在本次速度测试中，打开 Snapchat、Instagram 相机、谷歌地图、Photoshop Express、我的世界、超级马里奥等16款应用程序，在清理后台之后，一次打开，然后完成第一次计时。iPhone 7 Plus 用时2分钟49秒，而 Galaxy Note 8用时4分29秒。第二圈重新打开上述应用程序，可以看到 Galaxy Note 8用时37秒 ，iPhone 用时31秒。在总用时上 ，iPhone 用时3分钟21秒 ，Note 8用时5分06秒。尽管这种测试并不能说完全精准，但从结果差距来看，依然是 iPhone 胜出。